第九课，课文《海底世界》。神秘的大海底下，有一个彩色的世界，那里虽然有些幽暗，却是一个美丽的博物馆。绿色海藻的旁边有紫色的海草，红色珊瑚的附近有张开的海葵，像游客来来往往，是一群群的彩鱼。大海底下虽然平静，但是时常出现怪客，小丑鱼把海葵当作自己的家。灯笼鱼日夜不分，出门都带着灯笼。狮子鱼不像狮子，却像一只花蝴蝶。神秘的大海底下，真是一个奇妙的世界。